天妈也爱穿你。要你在面，要你我就用用用刀的吼，哎、哦、呀，按头做到尾吼，啊，唔是足喘的，但是心脏咧跳，都比平常时较紧。看一几年吼，有上好的脚甲手，会当用来活到七十岁。即句话足有意义的，什么意思？行出来，我当家己用脚行出来，我当家己用手呾做咱爱做的工作，做咱欢喜做的工作。所以主题行好，反正啊，我今仔日要讲的主题唔是这個，但是我照着这个主题。报告吼，唔是啥物专题演讲啦。我卖占大家时间，因为今仔日的主角是啥？是恁啦，就是我。啊，咱种默契的，我红，甲恁红，恁红，但是我红较浅，恁红较浅。所以比我更加啥物？哦，更加啦，比我更加少年啦。对啊，因讲伊是一个金钱世袭的啦吼，啊，但是伊是一个等于神的象征，就是来当作神，所以伊是一个很大的象征。啊，伊实际上伊啥物？伊无权，哦，无权，伊的权是啥物啦？伊所向，宰相上去所向。啊，这最近拜伊这。英国才出一个新的首相，查某的，你看卖咧，即摆查某拢咧做大，咱是官长嘛查某，咱隔壁家己子的，我嘛查某，总统嘛查某的，所以即摆查某啥辉煌。迄、那个英国的迄个新的首相叫做特拉斯，不定讲特斯拉，特斯拉是迄个车啊，所以叫做特拉斯，啊拜一下。才上面啊！今仔日拜五嘛吼，过三工尔。啊，英国一般是安尼，就是宰相，若要上位，啊，宰相是毋是女王选的，是国王选的，是因迄个大迄个就是因个党员。啊，因为即摆迄个英国迄个内阁制吼，因较大，所以拢党员选，啊选了后，啊，实际上两三个人选。